本片在道教圣地武当山实地拍摄，特邀武当山第十五代内家功夫传人陈师行道长亲自示范演练。中华武术源远流长，武当武术是中国武术的一大名宗，历史悠久，它深深根植于数千年华夏文化的沃土中，蕴含着深刻的中国传统哲理奥妙，把中国古代太极、阴阳、五行、八卦等哲学理论用于拳理、拳技、练功原则和技击战略中，其本质上是探讨生命活动的规律，是武当道教在生命探索中产生出的光耀结晶。武当山是内家拳的发源地，张三丰是太极拳的创始人。武当太极拳由以柔克刚、以静制动、后发先至、四两拨千斤等诸多特点，有炼精化气、炼气化神、炼神还虚、还虚合道的道教气功功法，亦有动如行云流水、绵绵不断、刚柔相含、内含其气、外含其形、形气相含、含而不露的武术风格，更有开人智慧、防身自卫、去病健身、延年益寿的独特功效。武当太极是一种集武术养生为一体、至高无上的精妙拳法，堪称绝妙玄学，实为中华武术之精体、东方文化之瑰宝，是内外双修的至宝，是生命的源泉。